你可能以为这是条在水里活动的红色虫子，眼前这条鱼也是这样认为的，它被幻中的美味所吸引，完全没发现这其实是伪装的鱼饵。钓鱼成功的则是这头长相粗犷的大鳄龟，它褐色的身体和棱刺状厚重龟甲会让鱼群以为这是一块水底礁石，灵敏的嗅觉器官能让它在浑浊的水中也能感觉到猎物的踪迹。鳄龟发现了鱼群的动静，缓缓张开下颚，开始设置它的捕鱼陷阱，利用舌头上蠕虫状的吸肉作为钓鱼诱饵，不断抖动来模仿扭动的虫子，然后安静地等待猎物上钩。很快就有一条鱼被引诱了过来，在小鱼准备吞食美味食物的瞬间，鳄龟迅速合拢前状大嘴，完成了一次漂亮的诱捕。鳄龟的体重超过200斤，钩喙状大嘴的咬合力能达到近1000斤，可以轻易咬碎食物。只要鳄龟的嘴巴一闭合，很少有猎物能在它的嘴中幸存下来。最优秀的捕食者往往采用最朴实的捕食方式，鳄龟只需张张嘴，食物就到嘴。无论是蟒蛇还是小鳄鱼，到了它嘴里就是嘎嘣脆美味。